这是湖南卫视娱乐脱口秀节目特步，天天向上，欢迎大家，欢迎我们身后这个特别棒的来自韩国的小五，欢迎欢迎欢迎，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他们最近叫爆红啊，爆红爆红，小五也红啊，对，小五你要用韩语跟他们自我介绍，안녕하세요，저는 중국에서활동하고있는 你说的什么意思？大概我们在中国很火，不，哪有这么说自己？没有没有，哎，这样你告诉他们，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嗯，大家好，我是TIARA的鲍然。大家好，我是TIARA的恩京，今天到您很高兴。大家好，我是TIARA的Kelly，请多多指教。你看说的多好，请多多吃草。吃草吃素呀？人家说多多指教，你偶尔还是能吃点肉的。大家好，我是TIARA的孙岗班长。孙岗班长，小明。啊，性感班长。哦，性感班长。大家好，我是TIARA的孙岩，谢谢。是岩。大家好，我是赵岩，谢谢。赵岩。他们的组合素来就以这种舞蹈动作整齐划一、
台下粉丝也热情，哇，太厉害了，好起哦。其实每一个团体当中啊，总会有一些人他负责不一样的角色，是的，对，比如说我们天天兄弟欧弟，就是负责生病请假的，对，不来的。这次跟大家说一下，欧弟是那个因为急性肠胃炎啊，请假了，请假了，啊，我们就是上炷香嘛，对，不用上香，我们希望他早点好啊。对对对，赶快。你比如说
前锋在我们组合当中负责的是、哎、我是重头戏，头重是吧？重头嘛。小五就负责门面，那开门、哎、开门的，开门的，开门漂亮帅气，光鲜亮丽。如果说天天兄弟是一辆性质非常优异的汽车的话，汽车圆儿负责的是，我负责轮胎那块，摩擦力强，摩擦摩擦。我们来问一下他，他们当中谁来负责美貌？哦哦，漂亮 ，Cut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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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负责美貌。哎，我们特别想问一下。负责漂亮的女生是不是拍照的时候都要站在前面最前面？哦，저희는서있는순서가정해져있어서누가예쁜사람이서거나그런건없어요。哦，那为什么智商励合每次拍照都是你站在最前面？对呀、啊，因为帅嘛，任性任性嘛。他们当中还有负责撒娇的。지연막내거든요。지연，哦，因为他一般怎么撒娇呢？对，管小五叫个欧巴。啊、哎呀哎呀还好、哎、是这样是吗？好像招财猫啊，这个 对，太萌了，太甜了。他们当中有一个跆拳道啊，黑带三段啊，漂亮是不是？谁？哦，智妍和英俊，积木板都会。对，来，对，一块一块，主张主张还给啊，先打一张。哇哇哇哇！喂，好，田园现在有内伤，我跟你说，啊，两块。哇！哎，现场很多观众都已经对。我们俩就三个，두개세개，둘두개두개두개。two。来，哎呀呀！哦，哎，真的假的？这种高跟鞋，哇！看来我不露一手是不行的了。不行，加油！用意念，用意念。哇！全全。强碰，这就是内功深厚，做了爸爸了，就是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哎呀，雨儿，哎，今晚上到我们家领点药啊。好嘞，你已经被我打成内伤了，我告诉你。而且他们这个舞蹈里面，还有专门负责很性感的那一种。跳命，跳命，跳命，跳命。当然，既然是个歌舞组合，舞蹈好，歌也要唱得好。没错，他们当中有一个就高音特别棒的。哦啊，文正，我要唱。你要唱？韩国传统民谣。传统民谣。传统民谣。동글동글수박웃봉지떼뜨리고강릉배정을뚜루루루루루구월신랑갈라버리고굵은정운풍도한간신수로먹으려느냐아니큰것도나는실수와唱什么小五什么内容、啊、唱的我也 不太清楚但是你是不是韩国人对 他唱的很难的嘟嘟嘟嘟我还以为民谣就是什么三只小熊公司的门里啊他基本也算负责重头戏，负责重头戏啊！当心把你的头种到地里去，明年秋天再收获。收获收获，好几颗头。你们会不会唱湖南民歌？啊，对，三呢。啊，浏阳河。证明浏阳河真的拐了几十道弯。浏阳河，
对，我们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今天把他们请到节目现场来，我们在这里要用自己最真诚的掌声祝愿他们在中国的事业发展越来越顺利，是，也希望所有的粉丝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他们，爱他们，好不好？谢谢，再次送给他们，谢谢，谢谢，辛苦辛苦。 两座山遥路远的城市，两颗彼此吸引的心。张家界的名山秀水每年吸引着近百万韩国游客的到来，这一次慕名而来的是。Tierra First Love。 많이 오시는 곳인데요. 이제 저희 티에라 왔습니다. 한번 다 같이 가볼까요? 네. 네. 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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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자. 百龙天梯是世界上最高的电梯，坐落在垂直落差高达335米的山峦上。 而张家界独特的砂岩地貌，造就了无数这样离地千仞的孤峰，在世界山岳中都极为罕见。한국의 그림 같다라는 말이 있어요. 여기 딱 어울리는 거예요. 좀 딱.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在清幽叠翠的高峡平湖上，泛舟漫游是一种别致的浪漫，因为你的桃花，也许就在这里盛开。有对山歌的习俗，阿妹如果对上我们阿哥的山歌，是可以把阿哥带回去的。哇！对不上的话呢，阿妹要留下来做我们阿哥的老婆。 섹시는 섹시커 섹시이 섹시라 내 눈엔 모든 게 다 섹시 好山有好水，人杰有地灵，湘西的少数民族就生活在这里，他们自力谋生，热情好客。 苗鼓是湘西苗族的圣物，传说最初是用来驱赶野兽，现在苗鼓成为了一种喜庆习俗。来到这里的人们可要入乡随俗，随着鼓声动起来。 接贵客时，当然也少不了令人垂涎的美食。鱼腥草在湘西又叫折耳根，湘西人把它当做盘修真味，但也有很多人因为它的味道而崩溃。另一道张家界美食就是烤糍粑。 炭火烧起来，糍粑渐渐鼓胀，团团圆圆的围坐在火炉边，欢喜的品尝，这就是湖南人儿时的回忆。먹고 싶어 또 니가 더 주세요. 게이워 게이워. 우와.
장가계를 찾게 된 것은 정말 인생에서 제일 행복한 순간인 것 같습니다. 현지 마을 사람들의 순박한 그림과 자연 풍경의 인상이 제일 깊었습니다. 나중에 기회가 된다면 꼭 부모님을 모시고 다시 한번 방문하고 싶습니다. 장가계와 서울,